今晚请你喝牛尾汤。对，咱们不是查的录像吗？查录像了吗？对呀、啊。我专门给程亮汇报，让程亮去查。程亮就查了，说我拿了卷回到办公室，这些录像都显示出来了。对，我看了。说第二天呢，他没了。对呀、啊。说第二天，录像坏了。程亮告诉我录像坏了。真是调不出来。调不出来了。啊。就说开不开。哦。我们就想看是怎么回事儿。哦，你也去了？我没去，我是回来，是那谁给录回来的。哦，王慧君。哦，王慧君给录回来。哦，王慧君还给录了。啊。哦。他去看了，然后有好多东西，他都用他的手机都拍下来了，好多段。然后他就说到那块儿，